主料：腊肉250克，土豆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生姜、葱。好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锅里放油炒香姜蒜，放辣内下去炒，放土豆片下去炒，加盐，加耗油、葱花调味起锅。烹饪技巧：腊肉是提前煮熟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